哎，哎呀，老老老老老老老，哎呀，什么火烧身的事儿啊？李队长，比火烧身还麻烦呢。今天上午，海关缉私队在海上拦截一艘企图抢滩的这个快艇，结果在这个快艇上收出了2000万百元面额的钱。是英语专业，我看行啊。现在我急需这位人才。上一次在码头那笔生意，就是被一个半吊子英语给耽误的。看上她漂亮了吧？好了，六叔，就这个小丫头，她永远不会了解公司的机制。不要为这点小问题再耽误时间了吧？你有你父亲的一半就好喽。我这么辛苦，保谁的家，护谁的行啊？啊？那您老决定吧，我就不管了。恐怕现在做决定的不是你我之辈喽。局长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打过电话来了，说厅里正在开会研究，已经上报到部里了，让我们随时等着消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刚刚从网下的，刘振刚给你资料。又是个老手。你说这帮人的假钞是从哪儿运进来的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就凭这帮虾兵蟹将，不可能搞到制作工艺这么高超的假币。那你们的意思是说有人在后面掌控他们？绝对有这可能性。你想，这老乡都不说实话了，肯定是迫于一些幕后组织的压力。这势力够大的。行，我看谁整得过谁，是吧，小子？哎，小子，你倒表一态啊！这儿，都是这公司的元老，老头有点惯，反正你就放松点，问你什么你就说，嗯。换港币？不，我
找六叔。啊、哦。要不要喝杯茶？好。你是香港人吗？就算是吧。那怎么不说广东话？我也算是本地人，所以入乡随俗。上次不好意思。认识？小儿的朋友。你问我第二次见面。哦，好吧。一会儿喝吧。好。小雪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队长呢？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菲儿。啊，我们队长不在。哦，他忙着是吧？啊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你能不能告诉他一下？今天晚上我找他有事儿。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在老地方等他。菲儿姐，您放心吧，我都记住了。啊。最近案子有点困难，所以肖队心情不大好。我知道他很忙，忙着抓犯人、审犯人。但是你告诉他一下，犯人和我必须二选其一。行，我一定转告他。嗯，再见。哎，局长好。局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小花，你们队长呢？肖队训练去了，遇到案子就这样。哎，要不我把他找回来？不用了。我路过这儿，我有急事找他，你让他半个小时以内到局里找我。是。哇！什么事那么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你就快点去吧，好像发生什么大事了。六叔，
只是会抄抄写写的呀。刘叔，你好眼力。我之前在九龙还跟着几个大哥混过一段。混过九龙？干过什么？就是跟着鸡哥贩贩私。哎，小雷啊，你开错了吧？上飞机场应该左转上高速，你这是往哪里开啊？我知道，我顺路解决一个难题，局长，我不会耽误时间的。解决难题？什么难题啊？喂，啊，我一分钟就到了。飞机已经到了，我知道，我一分钟就回来。他刚才说解决什么难题啊？还不就是约会的难题呗？约会？哎，小林啊，搞什么名堂？都什么时间了？出了点小事情。你放心吧，不会误解。快走，快走。
秘书，您看这孩子行吗？要是行，您就点个头，我好跟钱总汇报去。要不，让他跟着我先跑跑腿儿。这是在意吧？那好，那您老先歇着，我改天再看您。六叔，再见。再见。安然，六叔，外边我都收拾好了，你早点歇着吧。安然，你觉得这个小子怎么样？我不认识他，不好说。没关系，说说看。看样子挺精干的。不知道人老不老实。安然，你去告诉阿顺，这个孩子可以试试。哎。程处长，哎呀，一路辛苦，一路辛苦。还好，这是我们处里最优秀的技术员，防伪专家肖统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啊，这是我们刑警队的队长肖雷队长。程处长你好，你好。跟我看着，给你安排点别的事儿干。行。公司有人要过六叔这一关，这没办法的。哎。你有本吗？本儿啊，就是开车。啊，开车我会。啊，哎，英语呢？英语，嗯，好了去。哎哎，顺哥啊，不管这事儿成不成，我都要谢谢。嗨，兄弟之间。六叔让我告诉你说，他可以到公司试用。六叔。谢谢啊！哎，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？邵静然。邵静然。我叫江晨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看你们俩挺有缘分的，要不咱找个地儿喝点东西去？我知道你们这儿有一家特别好的红茶馆。今天就算了吧。我有点累，想早点回家。那好，改天吧。改天再喝你泡的茶。再见。好像没什么要紧的，李律师和那个小子想请邵小姐喝茶，邵小姐没去，就回家了。江仔，你感没感觉到？什么？杀气。你是说，那个小子有杀气？
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。发展慢趋势也起到了一个积极。本台记者李小飞报道，今天上午10点，在市政府建筑中，海外侨生朱美玲女士与市长郑环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，双方就四人岛市经济和金融建设达成了合作项目。朱美玲小姐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、慈善事业家，也是我们四名岛人的同乡。朱女士此次为我市教育事业的捐助，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家乡。这是我们头疼的事，我们所有的验钞设备所检验的结果它都是真币啊。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，那就不是对我们思明岛啊，那将是对全省乃至全国的金融系统和老百姓的生活，那将是灾难性的打击。市委目前还不清楚案情，那现在正是时候，我们直接去宴会进行证实。别慌，绝对没问题。哥，哥，我已经通知周哥和肥仔了，警察已经查不到他们了。什么？这么说，他们知道我们的货了？哥，第三批货在警察手里，咱这第二批货在咱手里也好不了。我看这事儿快好了。是啊。好。好歹把货在外面等你。白看哥，哪里啊？在外边。走。妹子，要不这样，你先走吧，这事儿不用再提了。咱们也得赶快转移地方。回来了，你老这么突然，怎么了？别催了，去看一下节目演示。我能出什么事儿啊？那可不行，我得回去跟红霞姐说一声。今天我加班呢。那你去换点衣服，待会儿我有东西。好，那你等着我啊。快点啊！红霞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是不是外边有什么事儿了？我想晚上请个假。请假？
你怎么又请假呀？哦，是不是肥仔又回来了？嗯。你们这些人呐，根本就不明白，你现在是在工作，不是在跑歌舞厅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不过，今天还是应该的，我也是女人嘛。肥仔回来了，该回去，走吧。谢谢黄小姐。对，好，谢谢。老唐，可把你等着了，大忙人啊！实在是事情太多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好了，不听你说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香港中氏集团的朱美玲小姐，啊，这是我们世纪唐局长。啊，钟小姐，幸会。啊，唐局长，久仰久仰，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关照。那一定一定。陈市长啊。有点事情，你看你能不能？周小姐，我先失陪了。啊。这就是省厅行政二处的程处长陈桂芳总。陈处长，你好，欢迎啊！你好，啊，这位省厅技术处的肖鹏同志啊，小肖，欢迎啊，洪雪。贵不贵？不贵，不要钱的，这是我朋友开的。哎，借我空位，坐这吧。哦，好。你要上什么网站？我帮你上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这你都会，我就看看信箱。你去玩吧。啊、哦、啊，你坐那边。照你说，这些钱用传统印钞机根本无法印出。是。这道一共有多少呢？还在调查当中。那你们预估会有多少已经进到了市里？前两批只能比这次多。我想知道有多少，告诉我你们的预估。有可能超过一个亿或者更多。那这个怎么上去？回家。走吧。
这么大的案子，到现在还没有个可行的方案，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？啊？可行的方案已经有了，不过有个前提，必须实施封锁。封锁？我们必须马上封锁思明岛市所有的金融流通渠道，把假币全部封锁在犯罪分子手中。拿他钱没拿，哎，放了他吧，他没拿我钱。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没看过自己家人吵架呀？回家看电视去，凑什么份子？走。讨厌。小伙子，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哎，贾大哥，你干嘛要上别人的网站啊？你要知道，那是黑客才能上的网站。你是不是想知道一些秘密啊？或者你肯定自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老板，哎，干嘛呢？不干嘛，聊天呢。小姐，江大哥，还有空房吗？你不会是黑社会的吧？我看也不像。江大哥，香港好玩吗？电脑的网速快不快？贵吗？我妈每次给我零花钱都特少，我都不够花。每次我都把它悄悄地涨起来。老板娘，我开间房。啊，按小时算还是按天算？随便。一天60块啊，一小时10块钱，你登记一下啊。需要水的时候说一下，我让我们员工送过去。
我要和他们见面。大姐，哎，我跟你说。别回来。刘正刚，1966年。